鹿晗八个字儿霸气回应分手传闻，郭晓彤果然找了个好老公。可能在最新公布恋情时，鹿晗和郭晓彤一直不被网友们所看好，因为鹿晗作为顶级流量已经在娱乐圈里立下了很好的人设和人气，猛的一下子谈恋爱，粉丝们都不适应了。所以在思考良久之后，鹿晗也第一次对自己的恋情做出了回应。他曾公开表示过，如果找到自己心爱的人，那就公开呀，为什么要隐瞒呢？如果隐瞒不公开，就会有狗仔不停地拍你。两个人即便是一块吃饭，也要一个先走一个后走，那叫什么谈恋爱呀？所以为爱负责的鹿晗在第一时间就公布了自己的恋情，即使掉粉又如何呢？即使人气下滑又如何呢？他在乎的只有自己的爱。网友们也都称赞郭晓彤的眼光，找了这么一个霸气的男朋友啊。而且鹿晗最近用八个字霸气回应网友们，我要对他负责呀，真的是太 man 了，没想到鹿晗这么有男友力，纯爷们儿。这男朋友维护女朋友往往是常事儿，就连娱乐圈里最低调的唐星和张钧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张钧甯也是男友力爆棚，走到哪儿都是紧拉唐艺昕的小手手，省得丢了。